昨天特吓人，我这衣襟上全是血，这件卡其的衬衣和这件卡其衬衣，这还有点痕迹，这围巾上都是血，胡子上全是血。昨天不知道为什么，不是昨天，实际上前天，不是前天，星期一。因为每到星期一我去新华社，然后那个骑车就骑不动了，然后就疯狂流血。我没敢给外人看，我什么事都爱记录下来。你看这昨天晚上我弄成一个纸捻堵在鼻子里头，根本就堵不住，吓我半死。白天堵住了，我这个洗脸这池子就不停的流，给这池子都给池子那把我狗都给招来了，因为那个弄的那个，对，今天第一件事就这个。我本来还想留一胡子，挺有型的，谁跟我说留胡子我想当林肯，我看那个都整天都弄大选二选的，我也不懂。你看这是我前天呢，华为给我这个叫，现在我才知道叫什么胡杨，是最贵的，是黑的哑光的，上面还贴皮。你看这个，这新手机屋顶就，而且是很浓嘴圆。你看这是我嘴唇里边，那天是去新华社打针，我跟人说话，人说老杨你吃死孩子来着，你看我的嘴唇上都是血嘎巴，我不知道。拿这个华为 M40P 啊，照的还特清楚，你看看我牙其实挺白的，我用的牙膏全是日本牙膏，一个济南姐姐给我的，你看这血盆大口，然后胡子上也是血，然后今天我都不敢穿那个，不管穿米色的衬衣了，改穿黑色的，黑色的你看，黑色的，昨天就这条毛巾，就这条毛巾，这条毛巾都是红的了，一直没这么努力的流血了。昨天是不是说话说的呢？昨天那个小 C 那个广院那同学，广电总局那女领导，给我提意见说，你今天别说话，只听我说你，说着说着，我说我鼻子可能流血了，他一说流了，幸亏那个饭馆里有纸，桌子上就有，堵上了就一直流，我就没敢动。过一会儿那个山西来一孩子，在中日医院呢，他们看一个癌症病人，给那人送花粉，说也给我送点花粉来，我说你不认识路，我一想他山西来的临汾的农民，第一别让他来回换车晕菜了，再一个我就说越便宜越好，中国最便宜的是地面上的公交，比地铁还便宜，地铁贵，而且地铁换车他从中日医院过来，他得中日医院得至少换三次，我就说你用中日医院往南口走啊，叫和平里，那儿有个十三路汽车，我为什么记得总站呢？我很小的时候，小鸡巴芝麻还是这么点的时候，我爸呢就抱着我。我爸小时候有一段在铁三中教书，铁三中在三里河，文化大革命叫社会路中学，那个学校门口就有十三路往东开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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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，然后过那叫什么？阜成门，过西四，过豹子胡同，过平安里，过厂桥，
过东关房，过北海后门，那时候叫北海后门，现在叫北海北门，过地安门，过东四十条，过雍和宫，然后就过林业部，寒流的还有雪，然后到和平里，那有一个工人俱乐部，我爸带我到那儿看过两个电影，我还现在我都记得，一个电影叫《小铃铛》，一个木偶小孩，我这么大岁数人都看过，还一个就是《洋葱头历险记》，后来好像我爸就不教育我了，就文革了。我爸就去农村干校了，他那干校就在昌平，叫史各庄，中越友好人民公社。要不然我这么那么热爱越南呢？中国有俩国家兄弟国家特铁，一个是越南。其实我们最早是帮着胡志明解放越南的，因为胡志明是黄埔军校的翻译。陈赓是黄埔军校的校长的警卫，陈赓跟胡志明特铁，我们家那狗就是陈赓他们家的，我那二哈，他们俩1949年，解放了大西南就已经都进入越南了，没想到50年，朝鲜这边动作快，那时候我们力量弱，就把陈赓又从越南调到了东北，所以你看最早的抗美援朝，最早的朝鲜战争在东北的是陈赓，因为陈赓跟苏联共产国际跟越南跟朝鲜陈赓是苏联毕业的，资格极老极老，是和周恩来、顾顺章、向忠发那个时代的，李立三路线是跟那个时候在一起的，昨天这个农民兄弟还特老实，他拿了他的这花粉，他也没牌儿，我老想帮他卖他的花粉，他也没牌儿，他也不卖，他是个蜂农，他自己也有癌症，是还不是临汾下边一个叫汾什么我都记不住的那么一个地方，他打开这个罐儿，在街上就拿手抓了一把搁嘴里，说：“唐老师，你看我都吃这个。”我说：“哎呀，您那么大老远，您要跟我投毒也不会这样是吧？”我现在就是老想起小时候的事儿来，老想起小时候的事儿来，老碰见特好的人，这个人姓狄，狄公案那个狄，左边一个犬，右边一个，左边一个，狄是左边一个犬，右边一个火，右边不是一个犬。我又想起岳飞来了，岳飞临死的时候他有一个和尚师傅不是吗，那个师傅他做了个梦，他跟进他师傅说跟那个和尚师傅说，我昨天有做进梦一个梦，我梦见两个狗说话，那师傅跟岳飞说，二犬对言乃是个狱字，古代监狱的狱啊，左边一个犬，右边一个犬，中间一个言，因言获罪，因言获罪，左边一个犬，右边一个犬，中间说话，繁体的字打，不是现在的监狱的狱不是这么写，繁体的监狱的狱，左边一个犬，右边一个犬，中间一个发言，再版前言的言，那时候我是文革读的说岳全传，还读过一本小说，小时候觉得特好看，叫《狄公案》现在也没觉得怎么好看。感谢这哥们儿，我只知道叫狄什么，我昨天送了他本书，也不知道他回去没回去，这大冷的天儿，他说他住家亲戚家，他亲戚我也不知道在哪儿，我把他带到那个107的那个电车站。跟他说1块钱，北京人要做啊，好像耍那个北京那个什么卡呀，1块钱都到不了，他要去就1块钱，
像我这种60岁老头好像做那都不花钱，但是我不知道到哪儿办证去。哎呀，跟做梦似的，这流血的报纸还在这儿，赶紧扔了，全是血腥味，狗都不敢来了。哎呀，这血渗进好几棚去！嘿，嘿，就是。把沾血的胡子全刮光了，也当不成林肯了。